明星十月份也太香了吧，不仅有新角色莱欧、斯利、弗琳娜、夏洛蒂，还有这种活动外加300原石兑换码。那我们先把想要角色布埃玩到端服，大家都没上。那么为了帮他合理兑换原石以及游戏时间，正好的备战莱欧、斯利以及水神弗琳娜。本期视频将给大家带来十月所有大圣介绍，投币10金叶，转发5金叶，既可以提升你的等级，也可以让武教做出更好的内容。顺便点个赞，还能为想要角色积攒一波抽塔欧气。三连关注武教，后续人第一时间获取原神最新消息。首先10月1号独行节当天，星辰商店可以兑换新鲜出炉的五特粉球加五特篮球，9月商店还没换完的才要抓紧了。同时 4.1 新生源更新，600原石奖励等着大家到来。10月6号版本小活动都特轰轰奇遇记开启，大家可以陪同特例一起玩蹦蹦炸弹，有点消消乐胆绝，预计投的420原石。10月12号 4.1 版本大活动流水运尸级开启，都有三种玩法，其中百步理智玩法需要我们将自建投向龙湖中获取积分，解通端灵胆喷击则是一个打断小游戏，寻景逆化是拍照小游戏，需要大家补齐画中缺失场景。完成活动不仅可以获得满金的纳维莱特四星砖无垠蔚蓝之德，还可以获得皇冠原石等稀有奖励。16日开启 4.1 深渊将第二次重置，乐乎的600原石等大家来拿。16号中午12点，东风大概率将东部莱欧斯里角色 PV 想第一时间抢占 PV 前排小伙伴，他要定好闹钟了，争取帮典狱长大人一次冲到全站第一好吧。17号下午6点 4.1 下半塔之正式开启，温迪富特莱欧斯里登场，同时将开启角色试玩以及微博签到活动，投入的120原石，届时武将也会第一时间更新塔池无畏角色超级毕业攻略的，大家现在就可以点了三连端注，到时候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推送了。19号版本小活动人生的波峰与波堵打断小游戏，预计投入的420原石。27号原神端方将发布 4.2 前端特别节目，东部 4.2 版本的新 PV 新活动，同时还会发放3的100原石兑换码，并端宣水神弗琳娜的塔池技能情报，想把夫妇抱回家小伙伴在弹幕上投的一吧。30号精通已有活动上线，活动7天天武书材料获取翻倍，持续7天去培养材料小伙伴一定不要错过。武将也把 4.1 已知的三位角色所需材料放在屏幕上，大家按需刷取即特。10月也是有些角色的生日会到来，其中有哪些是你心爱的角色呢？那我们把生日快乐打在公屏上吧。感谢大家三连多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。